每20位成年人就有一個患上睡眠窒息症，是很影響40至60歲的成年人的。如果瘦的人是不是一定不會有睡眠窒息症的呢？嚴重的睡眠窒息症患者呢，一個鐘頭可能會有20-30次窒息，成晚加加埋埋就可能有過百次窒息的了。大家好，欢迎翻返嚟 Call Me Doctor， 我系你哋嘅家庭医生 Doctor Cheryl。啊，唔知道平时大家有冇呢一个烦恼咧？成日都俾伴侣投诉你话鼻鼾声大，夜晚咧瞓下觉又会扎醒嘅，扎醒嗰阵好似唞唔到气咁。第二朝起身好头痛，明明瞓咗一觉啦，好似冇瞓过咁，仲攰过琴晚。有冇谂过，原来呢啲系睡眠窒息症嘅症状呢？原来咧喺香港，每20位成年人就有一个患上睡眠窒息症，系好影响紧40至60岁嘅成年人噶。今日咧，我哋就好高兴可以邀请到耳鼻喉科专科蓝浩晴医生同我哋讲解一下睡眠窒息症。蓝医生你好，大家好，我系耳鼻喉科专科医生蓝医生。大家都知道咧，睡眠窒息症嘅患者咧係會有好大聲鼻鼾嘅。但係調翻轉咧，如果一個人有鼻鼾，係咪就等於佢有睡眠窒息症咧？唔一定有鼻鼾就等於患上睡眠窒息症嘅。咁不如等我講解一下鼻鼾係點樣形成啊？當我哋瞓覺嘅時候咧，上呼吸道嘅軟組織就會處於一個放鬆嘅狀態，令到上呼吸道收窄。咁所以當我哋呼吸嘅時候咧，就會容易產生震動，形成鼻鼾聲啦。当呼吸道收窄的情况越严重，鼻鼾声就会越严重。当呼吸道完全受到阻塞，令到患者有短暂的停止呼吸，通常维持10秒或以上，就会有一个窒息的情况的了。轻微的睡眠窒息症患者一个钟头可能会有数次窒息的情况。严重的睡眠窒息症患者一个钟头可能会有20-30次窒息，成晚加加埋埋就可能有过百次窒息的了。睡眠窒息症的患者可能因为休息不够而反应迟钝，另外有些病人会觉得可能容易比较脾气暴躁啊，或者变得有焦虑的情况。有些病人甚至觉得有性功能减退添。长远来讲，睡眠窒息症可能会令我们记忆力和认知力变差。蓝医生，以我所知，睡眠窒息症在男性是多很多的，足足有多8倍的。而其他的高危因素就包括肥胖、颈围粗的人，因为他的脂肪积聚了在他的上呼吸道，所以都是容易一点有睡眠窒息症。但是我有一个迷思想问，如果瘦的人是不是一定不会有睡眠窒息症的呢？其实纤瘦的人士都有机会因为先天的因素或者后天的因素而患有睡眠窒息症的。先天的因素呢，有可能是下颚细小啦，或者下颚有向后缩的情况啦，扁桃腺过大，或者腺样增殖体过大啦，舌头过大啦，软颚或者是颚髓过长啦，或者有鼻中隔弯曲的情况。后天的因素呢，就包括譬如有鼻息肉患者啦，或者有一些内分泌的情况，例如甲状腺功能过低，或者病人有服用安眠药、镇定剂或者酒精，因为这些都会令到软组织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容易造成阻塞。大家记住了，如果你有以上的情况，又或者自己怀疑自己有睡眠窒息症的症状，要尽快找你的家庭医生做检查。医生，去到你们专科诊所之后，你们会做进一步的诊断，是怎样做的？耳鼻喉科医生会先在诊所了解病人的情况，然后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去判断一下究竟上呼吸道边度究竟有阻塞同埋阻塞嘅程度，跟住咧，医生会帮病人安排一个睡眠测试。这个测试除咗可以帮我哋诊断到病人有冇睡眠窒息症之外，仲可以话俾我哋听病人睡眠窒息症嘅程度，可以分为3个等级，有轻微、中等同埋严重。讲到睡眠窒息症的治疗，它除了是一个个人化的治疗之外，还是一个跨专科的治疗来的。如果是一些轻微的患者，可以先由生活习惯入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减肥，透过飲食的控制和运动去控制体重。然后在睡眠的姿势，他们可以选择打侧瞓，因为打侧瞓的时候减少了条脷跌下来阻住了气道，那就可以令到那个睡眠窒息症的情况有所改善。那如果是做了这些很初步的一些生活习惯改善都改善不到的话，那还有什么可以做？合适的患者可以佩戴牙托，将下颚拉前，防止舌头向下坠，从而压住呼吸道的。
咁中度甚至乎係嚴重嘅患者，我哋又有啲咩治療可以俾到佢哋咧？嗱，呢啲患者咧可以考慮使用一個正氣壓呼吸機，或者係可以考慮手術治療嘅。咁有啲咩嘅患者先係嚴重到要做手術咁樣噶？外科手術咧就係針對一啲軟腭或者腭髓有過長、扁桃腺或者腺樣真直體過大，或者係有鼻中隔彎曲、下鼻隔肥大嘅情況。同埋有鼻息肉嘅患者，好多谢晒蓝医生今日咁详细嘅讲解啊！咁好希望咧，咁多位观众听完之后咧，如果觉得自己系有症状嘅咧，就要尽快求医啦。睡眠窒息症除咗影响我哋嘅睡眠质素之外咧，其实佢系会令到我哋嗰个大脑长期都处于一个缺氧嘅状态，从而咧就增加呢一个患上心脏病啦、中风同埋高血压嘅风险。这个真系不容忽视噶。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有疑問嘅話，記得向你嘅家庭醫生求助。大家如果有啲咩新嘅健康問題想知道嘅話咧，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啊！拜拜，拜拜。喂喂喂，睇完片唔好走住啊！記得要訂閱我哋，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分享健康同埋養生資訊，陪大家追求健康，享受精彩人生。